是有个口把打开，把手放进去，这个位置把它放进去就可以。一样的，不是一样的。这个位置打一个小花，啊，把解开，把下面这个位置抽起来搭一下，对吧？这个是蝴蝶外套，把它这个位置呢拉下来，然后往后面。这样子的话就是个背心，哎，交叉一下，那个是八字，往头上这个有点的，有点的。一块布咧就几百两，最主要的是它是可以把它当成条裙子来穿，这样子打开，一样的套出来就可以。这里布的都可以，上面这个位置把它套出来就可以打一个，打一个也可以，这边这个是打一个，这是裹胸，啊，这是一个，啊，或者你这样子把它打开，从中间这个穿过去。直接把它推开，把它推开。